他有论剑，今年的论剑是几时？四月。对，今年论剑是四月，所以说呢，你们必须要这样而放，才会而好哦。还有，他叫你们放在你们的谁是女人？女人，对不对？女人是未婚生，男人呢？谁是虚前亥？男人这个位置是狗，对不对？今年是什么年？龙。辰跟戌相冲，所以这边呢是破。如果你去放，你没有钱才不关我的事。因为我们一个西北位有三个，你放在这个你有问题，放在这个也有问题，这个退印的问题，真正要放在亥的这个地方才有用，明白吗？你放了怎么办？也好，我们做什么，有时你们学这个东西讲的这个经验，必须要拿着临床经验，这是必须要的东西。所以说最好的你们拿经验，拿了之后好坏三个月九十天必看到。如果三个月你们要做进入，从昨天立春的开始进入你们的银行，每个人自己记录这个银行里面有多少钱，Pocket Money 有多少钱，记住记起来，三个月后你来看像价的呢，就是你们犯错了，诶，越来越高的就是你们犯对了，大家回来报告，这个是必须要的，因为大家拿经验，不用说里面多少钱，只要跟我讲上和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可是我不是跟自己放，跟人家放，跟放男放女，男的，这样你叫那个人跟你讲吗？你讲上了下就好，这是真的话了吗？如果下，我来教你们，就这么简单，就是这样意思。包括你们女孩子，这边也不可以放哦，因为这边也是有太岁的关系哦。对，这边发生你吵架的哦，所以只要放生罢了哦。你们去看通书。通书的里面有个八卦，有这二十四山，他通通有写出来，这个什么这什么，通通已经写了的，所以你们要会去看。小孩子的是在这边，辰戌是小孩子，辰戌是，所以呢，小孩子的文昌位，小孩子的文昌位这边不可以放。真正要放的就是这个两个 ，OK？ 如果你们要催腿桃花的呢，这边也是可以放，千万不要放一号，放一号呢因为有三煞，放不好呢，男人会出现，女人也会出现，可是出现是糟糕的问题，那是就麻烦，就这意思。好，所以说你们从立春的开始算起，你们的 pocket money 和钱有多少钱，统统算好了之后记录起来，三个月后再来跟我说。如果讲快是三十天，真的讲上就看到你的钱财上；如果讲慢，不会超过九天。风水东西就是这么的好，风水不是外面的风水骗人，要十年八年才看得到，那是骗人的东西。真正的风水，你放的对啊，很快。一个月到三个月，100%看到，一定看到的，不看到就是说你犯错了了。所以说我们是风水师，我们玩来玩去就是玩这个二十四个的号码，二十四个号码里面玩的就是金水木火土，所以这二十四个号码里面一定要知道它的金水木火土的原因，就是这么简单，明白吗？好，换第二个人来问东西了啦。今天你们尽量问，不明白就问，问到你们满意。老师，刚才那个如果可以继续讲，好像那个五方的时候要放在甲的位置，还是卯还是乙？不明白讲吗？刚才老师讲那个。
九宫之后，对，二十四山里面的几个山，对，其他的还没有完全解释，要放哪个位置？我们来一个 original 的原装版，哦，原装版的哦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原装版永不变，叫先天。我们讲今年的六、七、八、九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这个谁是后天的 ？OK， 好，你要讲什么？没有，他刚才讲，我们不是刚才讲保险箱三号不可以放在坤还有胃吗？要放在肾，所以那个四号要放。就是文昌的时候不可以放在辰，对不对？哎，五号就放那个戊合己，不是，我说六地的时候要放哪里？刚才二十四算是以先天为理吗？是这个位置吗？原本的位置吗？是，刚才辰巡是在东南，还是在这个位置里面？刚你写的时候，永是在这边，永远，这里，这是有这个先天，先天的，永远不变，这是今年。今年跑来这边，刚才讲了陈请示，你陈请示我写在这边，陈请示，不是在后门吗？陈请示那个是陈请示啊，哦，是陈请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写在这边，就是四号的陈请示啊。哦，所以是以后天来解释，对，不是以先天的，不是，因为他跑了吗？所以什么东西就是跟着什么而走啊？跟着，因为我们讲事，我不讲他的位置。如果这边位置在这边。不一样，这边谁就假什么？这个呀，假毛衣。对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要讲号码，因为这个四是醒过吗？四是不是醒了？是啊，醒。对不对？戏是不是对呀？对。六是不是钱呢？所以说，我们讲的东西最要紧的哦，我们要以它的中间的东西而开始，因为这边里面呢，它里面呢哦有物。合体，物合体跑来这个地方，就是辰，哎，辰在这边 ，sorry， 辰在这边，辰巽是，因为这边是丙午定了嘛，这边是 original， 可是现在这边呢跑来物合体，它属于是物合体，物合体。就是说，是以飞星的位置来讲，不是以原本的九宫的位置来讲的。你不用管他的飞星，也不管他主宫，你最要紧要管的他的金木水火土的 original 原因。Origin. 真正九宫不是这样写的。original 呢是这边哦。今年应该是要写的三个号码在里面，有的人呢是写五个号码在里面，应该你们有看过吧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说我教你们这个东西不要复杂，所以复杂你们就会乱。如果真讲呢，五是 original 是这样飞来，它呢就属于是六、哦、七、八、九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 ，OK， 这个是今年，今年大家听好啊。还有你的家，每个人都不一样的。我现在讲佛堂，佛堂是坐东向西，对不对？东是什么？山，是不是山啊？东是这边三，哎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一、二，佛堂，看到了没有？
佛堂是坐东向什么？西。西是几号？7号。被乱了啊、哦！所以说我一教深一点，你们就乱，一定乱的。七、八，不要紧，我解释。九，因为我放不同的颜色，不会乱的。七、八、九、一。